嬛传》下档已经好久了，但是呢，甄嬛孙俪人气还是不减。她自己本身很喜欢小动物，还跟梁咏琪、许茹芸一起应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邀请合拍 MV， 在里面扮猫卖萌。是我的快乐，我是你的什么？动物协会拍摄公益 MV， 你怎么舍得伤害我？请来好久没开金嗓的许茹芸、梁咏琪合作。不过 MV 当中最令人惊喜的，要算这段。或者不是我的错，你怎么会舍得伤害我？曾经在春晚上一鸣惊人，歌声甜美，但毕竟不是歌星。这次和梁咏琪一起画上猫妆卖萌演唱，都是为了替小动物请命。经常我在很不开心，有时候哭的时候，所有狗都在那儿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只有西西会跑到我面前，会要舔我眼泪。而且我妈属狗的孙俪家里养了四只狗，和梁咏琪、许茹芸都是热爱小动物的人。此外，公益短片还请来刘亦菲等女星客串，就是要抓住大家目光，提醒大家重视动物的权益。记者吴欣综合报道。